係揀翻蔡興遠係。O、okay, K， 有冇話你哋依家幾多個人住？我而家三個，三個人住，我即係一家三口。係。咁諗住有冇話揀大少少400多呎嗰啲單位定點？都可以考慮。但係首選咧都係大嗰啲。係啊。預咗要買幾多錢嘅樓啊？300多萬嘅樓。係啊，差唔多。即係最貴嗰啲應該都負擔得起。係。會唔會傾向財經園啊？即係住緊你啊？梗係最好啦，揀得到咋。最好就住彩興苑，梗係啦。OK， 但係如果梅窩就唔考慮定？嚇，梅窩都考慮㗎啦，一定要住啊，冇辦法啦，咁貴啲租。會唔會覺即係都老婆啊，或者你啊，都催仔仔要快啲生兒啊咁樣？他們有計劃，他們有計劃，但是不是都考慮到住屋，所以是啊是啊，就一路拖到現在考慮住屋，希望如果拿到就可以生 BB。 為什麼會想住抽居屋的？其實那些小孩子想抽嘛，瓜了要給他們嘛，公屋我們都這麼老了，是不是隨時死得的嘛，是不是，我就想找回間屋咯。誰給首期啊？仔仔問的那些。咁啊，梗係啲仔啦，唔通我仲有本領咩？我有本事早我都唔乜嘢啦，早我都抽咗啦，唔使而家貴成咁啦，係咪啊？你貴你都冇辦法啊！如果你想有間自己嘅屋就係咪啊？所以咁樣咯。